如果你有一个四缸机车，早餐简简单单吃个烤牛排，腌制过的牛排用锡纸包包好，放到排气管中间的缝隙处，靠排气管的高温就可以烤熟食物了。一边溜车一边烤牛排，差不多15分钟就可以了。戴上手套给它取下来，这看着可太香了，而且没有放过一滴油，低脂又健康，早上来份牛排真的是太满足了。中午咱就吃个烤鸡翅，洗干净的鸡翅改刀，撒点奥尔良调料，给它抓匀匀，腌制20分钟，一次包两个，完全不用刷油，还是放到排气管中间夹着，差不多20分钟就可以，无油版的奥尔良鸡翅就做好了。晚上就吃个小烤肠，一次包两个，溜车15分钟左右就好了。完犊子了，我又烤焦了，把焦的部分抠掉，又是一根好烤肠了。烤肠真的好吃，吃完还想再来个10根，真的太好吃了，你们一定要试试。